这小明还记仇，你说吧，啊，去报仇去了。气死我了，这脾气。没小明啊，小明我给你讲一下小明啊，你坐着啊。小明啊，你过来上来，三你过来上来。那是你奶奶，三你坐着，三你过来，三你过来，没事，三。这孩子脾气可大了，哎。